Where am I? Why am I here? Is there even an ending? Or maybe... What's your sanction? Washer Rajiv kumar jha, chungen ming de xiao la ji mo, shi ni pu er ren. Washer piye le yi hao, 2015 nian zai xian yi xuan lai gong zuo le. 我17岁的时候带到中国，现在我在中国待的时间已经25年多了。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在西安交大，我西安交大从本科到读到博士了。这个学校吧，那是那个分那个密度是比这有点低。没关系的，你看我们是熟人，我们的水果马上就能、瘦一点的话，看起来就马上就、又一个一个睡。医学这个东西它本身也是无国界的，各个国家各个医生可能他有自己的经验，有一些不同的地方。大家可以互相交流，这是非常可取的。2015年成立了中医友好垃圾物医学实验室，这个是学校他们投入很大的，为了人才培养。我想做这个平台，做到不是垃圾物中医友好医学实验室，是中医实验室。有这样的话，可能很多国家的很多人都可以来这边做实验。现在你看现在这个疫情的。如果要诊断的话，我们出去疫情核酸检测什么，就是 PCR， 我们就做 PCR， 这个也是 PCR， 每个病毒的这个诊断的这个 PCR 是很重要的。你看我们冠军这个蛋白就下调了，嗯，很明显，对吧？很明显。对啊，然后我们接下来就准备在细胞里面来弄一个模型，然后来进一步验证这样一个结果。Tesla， 非常的聪明，绅士。我在陕西这个西安生活了已经快25年了，我感觉西安人和陕西朋友非常友好。爹吃饭的时候，你先点菜，这个这个要咋的？这个就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就是陕西人，这个还有说的吗？你不认为，你们都不认为我是陕西人，我就是陕西人。西安发展得很快。速度很快，你可以说三个月一来，你去一个新的地方，你真的决定不了那个地方还是原来的地方，速度那么快。但是我很感兴是啥，西安人把他的文化没有丢，软的贵还是硬的贵？便宜吧，都有贵的，都有便宜。我的希望未来啊，怎么把这个多的宁波尔学生，请他们到西安来、陕西来学习；多的旅客怎么把到陕西来学习？多一点的企业家或者这个家陕西的，去宁波尔推荐。我过两天就回家了，下周一就到宁波尔了。这次因为快过年了，从中国买了很多东西给他们送礼品。很多人说，很多国家很多朋友说，这个因为中医中间有一个这个这么高的一个喜马拉雅，这个是祖国，但是我认为这个是桥梁。我希望将来中医关系会降到喜马拉雅山的新的高度，8848.86米。